90后，我是从小就喜欢做手工，今年3月份才开始学做小屋的，核桃的是最先开始做的，一开始做核桃还是挺快的，大概2天就能做一个，难度比较大的海胆我就可能需要用到2个周末。里面的东西有各种材料，包括金属的椅子、木画架、纸做的书、金属灯罩、布窗帘。每个女孩都有一个梦幻的小屋吧，有一个公主梦吧，做出来就觉得好像实现了自己一个梦想嘛，就感觉自己好像在里面生活一样，就很幸福了。